你今儿穿这衣服真好看，是吧？我也觉得，还可以吧。姥姥吃橘子，今天你是老寿星。哎，谢谢你啊，好孩子。清华，快祝姥姥生日快乐！姥姥生日快乐！哎，谢谢。一会儿等乐乐姐姐来了，你们好好交流交流啊。妈，生日快乐！哎呀，哟，姐你来了。不知道啊，他说去拿蛋糕去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呢？他还是露一手呢。我姐夫这干嘛呢？老磨磨唧唧的，我们这酒都准备好了。是，我还想跟姐夫喝两杯呢。哎，行，我给他打个电话啊。200多块钱一脚就没了，说这保安怎么这么寸？你真该去国家队踢球。喂，在哪儿呢？那身边大家都等你的，都到齐了。快了，快了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啊，行行行，快点快点啊！哎哎，行好，有人到啊！哎，照相啊！哎，可以可以，不错。好，不错。好，来，这，哎，这边好，来来啊！姐，你这个视线得稍微迷离一点。迷离。大叔，你得叫您家人来，血压这么高，我看一会儿检查结果出来了，可能得住院。我没家人，干脆死了，直接火化算了。哎呦，您别说气话呀。你有孩子吗？快叫他来吧！再不来啊，我们只能看您的身份证到派出所去找了。别，别给我丢人！我有儿子电话，叫他来吧。如果不是我要移民加拿大，我真的不会这么便宜就卖了。那你就报一个实在价吧。实在价，那不好意思啊。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发生什么事了，彭总？我爸晕倒了，我现在得马上去医院一趟。那我们的合同的事呢？以后再说吧。没以后了，都被你们拖了好几回了。我的签证就要到期了，下周必须登陆加拿大。如果今天定不下来的话，我看就算了吧。哎，都凑在一块儿了。不如这样吧，彭总，我留下来跟周总继续谈合同，你就放心的去医院吧。之后等我汇报。好，陈哥，辛苦你了。周总，咱们继续谈吧。好。爸，哎，你是不是在逗我呀？你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我还以为你要抢救呢。你盼我死啊？爸，你就别再怄气了。我刚才正在跟客户谈合同呢，您却告诉我您出事了。您到底想怎么样啊？您说您三天两头的，总要搞点事儿出来，您到底想干什么？你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。昨天晚上为什么不回家？我加班啊。和谁加的班？和女助理是不是？难怪林骄阳那天那么不高兴呢，连我都觉得你做的太过分了。爸，你想说什么呀？林骄阳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一定又是他从中挑拨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我有眼睛。今天早晨我去你公司了。一定是林骄阳叫你来跟踪我的。我通宵达旦在那儿干活，就是为了被你们这样监视我。我一定要跟林骄阳当面说清楚，好让他死心。回来，这是医院，别在这儿断离婚官司。喂，林骄阳，鹏飞，你没有权利来指责我。让你爸去盯梢，
这种无聊的事情，像是我干的吗？你爸现在进医院，我也很着急，我也很难过，可这不是我的责任呢。还有，你一整夜没有回家，你是不是应该尊重我，给我一个说法，给我一个交代？什么人呢？莫名其妙。 你不怎么还不来啊？我都饿死了。你的饿死了，真是！你这衣服也真够呛，现钓鱼都来得及了。来，饿了吃点饼干啊！吃饼干去吧，一人一包啊。姐，我先带你去我屋玩吧。来来，你们俩去屋里吃东西，别给我掉地上。在这儿照是吧？好嘞，哎，哎，又行了，你别照了，你这照起来没完没了呢。赶紧给我姐夫打个电话，看他什么时候来。我也饿。看大龙去哪了？ 这人我跟你说干什么事儿都磨磨唧唧的。大姐，麻烦您快点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是我来不及了。哥，您，我跟你说啊，您帮我把那个内脏掏干净点啊。喂，领导，老先生，您在哪儿呢？啊，这都几点了，大家都快饿死了。你什么时候回来呀？我快了，我跟你说，这鱼这会儿正现杀着呢。 什么还得半个小时啊？那算了，你别回来了，你在外头待着吧，你啊！我这姐夫干嘛呢？这妈过生日这么大的事儿，他在外面磨叽什么呢？老公，你赶紧想想办法，看现在怎么办。行，没问题，我打一电话，保证让咱妈的生日过得 happy。 哎呦喂，不是大姐，不是您快点吧，算了算了，你给我包起来，回去我自己掏。好的，孙经理，您放心，12个菜，2个汤，外加一个生日蛋糕。好的，好的。 我现在马上就做好，半个小时以后就给您送过去，啊。特殊要求？哦，好，您放心，一定让您满意。什么特殊要求啊？整这么神秘？天天吃。这颗比餐费都贵。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我今儿就打发他满意。只要他们以后广告公司宴请客户，都在咱们饭店，我很快就赚回来了。老婆，我发现你现在真是越来越漂亮。得了，现在懂了吧？旺夫的永远是原配，搞小三儿只会摆架。嘿，我现在就去准备特殊礼物。哎，等等。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中国人要说中国话，什么嗨不嗨的？Sorry， 我现在就去，麻溜的啊！哎，什么也做不好。爸，既然你已经看到一切，就不需要我再多说些什么了。 我相信事实与证据，你也了解我的脾气跟性格。现在只有一条路，离婚。林骄阳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会配合你的。你是律师，你可以出一份离婚协议书。如果到时候我不签字，我就不姓彭。够了，这里不是法院，你们走错门了。 知道吗？我躺在这儿，不是自己走来的，是在路上晕倒了，被好心人送来的。你们连个路人都不如啊！乐乐姐，这些都是我爸给我设计的，他要让我像公主一样长大。 我要是有那么大书架就好了，可以发好多学习资料。我爸也这么说，他说这些书就是通往成功的阶梯。嗯，你爸对你真好。当然，我爸还给我买了 iPad， 乐乐姐，你看，里面还有电子词典呢，牛津词汇的，比那个文曲星好多了。这个。
应该很贵吧？5000多块呢，那么贵。我爸说这叫投资，不叫消费。你也让你爸买个吧。嗯。哎，我妈送你的小升初资料，你怎么扔了？这些早就过时了，我爸给我报了火箭班，老师让买新班试题。什么班？火箭班，就是火速提高成绩那种，实验中学办的。要想考上他们的学校，得先报他们的辅导班占位，所以叫占坑班。占坑？就是重点中学自己办的学科培训班，到小升初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拔。嗯，还有这样的捷径啊！你太 out 了，这种状态怎么冲进重点高中？我只知道最高级的是一对一家教。你爸太不负责任了，应该把所有考学情况都打听清楚。我爸就很超前，从我上幼儿园起就给我找的示范幼儿园，一上小学就给我报了奥数班，我还要学小提琴。我爸说将来能帮我考清华大学。学小提琴就可以考清华呀？加分啊！高考10分能加50分呢。所有努力我都来不及了，这叫输在起跑线上。我们老师说了，小升初想要拼重点，就得先拼爹，再拼钱，后拼命。完了，拼爹环节我就输了。哟，这水宝车怎么停这儿啊？怎么这么没有公德心呢？这保安也不知道管管。哇，这还排着队，我送餐呢，我还以为谁出殡呢。哎，你这是怎么说话呢？哎，这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呀？怎么就不是我呀？为什么就不能是我呢？我回家，他凭什么不能是我呢？你住这儿，我就不能住这儿啊？你不要狗眼看人低，你不要以为有钱人才能住这儿，这是我新买的房子。哎呦，你那么有钱，赶紧赔我医药费。哎呦，你累不累啊？你还没完了你，别说狗腿了，人腿都好了。我今儿要不是有事儿，我真给你扒拉扒拉算盘，还不定谁赔谁呢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今天就有事儿，不跟你一般见识，你给我等着。王大龙回来了，正好给你们露一手。对不起，我走错门了。回来。还贫呢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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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生日快乐！妈妈吹蜡烛，许愿，吹蜡烛，先许愿。哎呀，吹蜡烛，吹蜡烛。姐夫，来坐，姐夫坐，来来来，坐坐，妈，哎，你看，这是饭店人家送给你70大寿的生日礼物，这么贵重的东西啊！啊，妈，我昨天呢在这家日餐大饭店吃饭，他们求着我，希望我把这个广告业务部宴请客户呢都到他们那儿去吃，我答应他们了，这是饭店老板为了对我表示感谢啊。妈，我告诉你，这是24K 纯足金的，发票都在盒子里呢，就当是我和孙坚送您的生日礼物。这不合适吧？哟妈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就托你小女婿的福吧，来戴上。真好看呀，妈！哎呀，这么沉的金戒指，我这第一次戴。好看啊，妈。好看。妈，您就戴上吧。今天是您的70大寿，也是高寿的开始。杜甫不还说了吗？九寨寻常行处有，人生70古来稀。哎呦，原来70古来稀出处在唐诗里。对呀。姨父太有学问了。
以后我写作文一定要用上。那当然，我爸是工商管理硕士，这叫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。今天送姥姥个戒指，等我考上大学，我爸说还要给我买辆轿车。哎呀，你怎么回事啊你？你有事你说事，一会儿踹我一下，一会儿掐我一下。不是，这不是妈过生日呢吗？那孩子都发言了，你也说两句。哎，平时挺能说的，不是吗？站起来，站起来。妈，我就是给您说段快板书《劫行车》。啊？竹板这么一打呀，那是噼里啪啦。噼里啪啦什么呀你？人家妈过生日，你说什么劫行车呀？你说两句别的。啊，妈。您今儿呢70大寿，我祝您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，寿比南山。就是，谢谢。你看看，你看看人孙坚，那今天送妈的生日蛋糕两层的，还弄一大寿桃，上面还弄一大戒指。来，在我手上，你看看，这叫什么？这叫新潮，对不对？尤姐，这不叫新潮，这叫情调，在国外这叫生日 surprise。什么意思呀？妈，我告诉你 ，surprise 就是惊喜。妈，惊不惊喜？惊不惊喜？谢谢啊。应该的，妈。谢谢啊，妈，你就等着享我们的福吧。我们孙坚在外面努力挣钱，咱们家的日子肯定一年比一年过得好。是是。妈，您的福气还在后面呢。等您80大寿的时候，我送给您一大钻戒。哎呦，清华他爸真是说的太好了，有你这样的女婿，妈骄傲。你说咱家大事小事全都靠你，彩霞和清华呀，就跟着你享福了。妈，这还不是应该的吗？您没儿子，不靠女婿，靠谁呀？是是，小女婿啊，就是能干。义父还是模范老爸呢，他给清华设计好了所有师范学校。我要是有这么个爸爸就好了。考重点高中，甚至考北大都有希望。看来投胎是个技术活，想要混个好家长，比升学考试还难。得了，不是饿了吗？吃肉怎么都堵不上你的嘴啊？吃饭呢，怎么能跟孩子这么说话呢？从说。得了，你不是饿了吗？怎么吃肉还堵不上你的嘴？尤姐，你怎么跟我姐夫这么说话呀？姐夫，吃饭，咱们吃饭啊！来，倒酒，给他倒酒。祝妈生日快乐！等一下，你给妈买的生日蛋糕呢？哎，对了，妈，我呢给您买了个生日蛋糕。您不是有糖尿病吗？我特意给您买了一个无糖的。您不知道呀，买蛋糕的人特别多，我排了3钟头的队呢。您等等啊！你看你姐夫就是心细，都知道给妈买无糖的。你这是无糖的吗？啊啊！来，蛋糕来了。爸，这是什么呀？奶油跟蛋糕都看不清了，像做坏了的提拉米苏。什么苏呀？这，妈，来，您尝一块。还是大家一起吃吧。啊，对，来，彩霞，来一块。不。孙坚吧，哦对，来孙坚尝一块，让孩子们先吃吧。哦，来乐乐来一块。我吃那个。闺女，来一块。这能吃？老婆，我知道，还是你挺我。来，那是，好吃。妈，味儿还真不错。来，我们来正经的，把酒倒上。倒上。来，倒上。祝妈生日快乐。今儿哪是过生日啊，整个一寒碜大会啊，大会的主题是寒碜我王大龙。
我觉得我姐夫太逗了，糊一点蛋糕还那么高兴。姐，你们家是不是天天这样鸡飞狗跳的，跟演电视剧似的？你姐夫呀，也就这点能耐了。哎，姐，我倒觉得姐夫呢，充满着活力，充满着智慧，挺幽默的。孙姐，你要是觉得你姐夫还行，你帮他找个工作吧。啊，真的，为他这工作的事呢，我都愁死了。你瞅瞅我这口腔，成天溃疡的，我就好都好不了。你说说现在这年轻人，这硕士、博士的他都难找工作，更何况你姐夫，你这关系广，人脉也多，你帮着给介绍一个。老公，你们帮帮姐吧。你看乐乐现在马上要中考了，等着钱报辅导班呢，家里等着米下锅呢。哦，姐夫是想赚快钱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姐夫以前干过管理工作，对，有实践经验。对。姐夫可以干第三产业啊。第三产业啊？什么意思呀？啊，就是类似于旅游公司啊，或者是服务业这样的。哟，行啊，没问题呀。我最近正在和一家旅游公司谈合作，我可以推荐姐夫去当一个小领导什么的。哎呦，太好了，领导太好了。那哪家公司啊？甲天下旅游公司。什么？甲天下？对啊。我不干。啊，幸亏送来的及时啊，让患者回去好好休养，否则会很危险，这是中风前兆啊。好，谢谢谢谢大夫，谢谢。林骄阳，你现在满意了？我爸要是有什么事的话，我跟你没完。你有没有搞错？你现在赖我，又不是我叫你爸去跟踪你，他今天晕倒了，谁知道是不是看到你跟沈哥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，肇事者是你。你一天没回家，我不跟你吵这些。我现在告诉你，我跟沈哥加班加了一个通宵，赛车场那个客户下周就要移民加拿大了，现在沈哥在现场正在跟他谈转让费的事情。你要是不信，我可以带你去。你骗我，能不能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啊？你的公司没有销售是不是啊？销售不能去做吗？整个公司就只有沈哥一个人去谈呢。好啊，你带我去啊，去啊。我怎么用人那是我的事情。沈哥他会外语，懂公关，他是我事业上的好帮手，你应该感谢他，而不是怀疑他、打击他。你找一个好一点的理由行不行啊？不要整天拿赚钱来当借口。这次你爸运气好，下次就没那么好运了。你还咒我爸死？我爸会被你气死的。吵什么呢？如果辩论谁对谁错，都不管我爷爷了。不把这件事情弄清楚，你爷爷怎么都不会好起来的。事情已经很清楚了，现在事实就是你爸爸躺在里面，是你的责任。彭相会一直照顾得很好 ，OK？ 原来我爷爷是被你给气到的。爸，你不管我爷爷，只顾和我妈闹离婚，真不像个男人。现在全家都怪我呀，连你也指责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什么事都不管，有什么事都别来找我。我要我妈，我也不要你管。彭相，彭相，连儿子都把我当仇人看。林骄阳，你真行啊！懒得理。我刚才跟你们所说的这些阴谋诡计，就是甲天下这帮兔崽子给我们超市员工干的，让我给敌人打工，门儿都没有。这叫独木桥上见仇人，冤家路窄。孙坚，我还劝你也离他们远远的，免得惹你自己一身骚。俗话说得好，近墨者黑，近湿者臭。你姐夫我呀，吃的盐比你多，江湖这点事儿啊，我比你懂。你懂什么？啊，王大龙，你告诉我，乐乐中考填表格，父亲职业这一栏，你让他填什么？填什么？哎，姐夫，我说两句哈。你看乐乐，他要是填上，
待业青年或者无业游民，这两条他在同学面前都抬不起头来。你别看他是孩子，孩子也有自尊呀。你再说我姐，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一点福没享过。你看我姐现在，从上到下，从里到外，哪件衣服不是我买的？你是她丈夫，应该你买。行，我就先说这么多吧。不是姐夫，我认为他们呢说的已经很全面了，我也不知道该再补充点什么。那行，那你就什么都别说了。哎，你们俩都听好了，这把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找，我就是在码头上扛大包，我也不可能到甲天下去给他打工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我王大龙有我自己做人的原则。姐夫，本来我不想说什么的，可你现在的情况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都难保了啊！你还想着你原来的啊所谓的二十多个老员工，你现在能把你自己的老婆孩子照顾好已经很不错了，然后自己找一份不错的工作，我们全家就给你烧高香了。而你现在的情况呢，是靠姐这点微薄的工资来养着你。现在有一份很不错的工作，甲天下多好的公司啊，你还不去？作为一个男人啊，我要是你，我都不好意思站在这儿。慢点啊，还好今天及时去了医院才没事，以后再发生这种情况就太危险了。你也知道危险啊。爸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去一下卫生间啊，慢点。爸，你就别怪我了，我真的实在是太忙了，我是想找个老中医帮你好好调理一下的。我刚才在医院里边打了一通电话，但是就没有人认识一些有名气的老中医，还好有工商银行的徐经理帮忙，他帮你呢预约了一个有名气的老中医，这个月六号就去把脉，您看行吗？西药中药都用不着，心病还得心药治。那我就给您找一个保姆，啊，24小时照顾您。鹏飞，你爸我还能动，只要你能经常回家和我说说话，比找8个保姆都强。这不是长远的打算，我不可能天天陪着您呢。如果您坚持不要保姆的话，那我就帮您找一个豪华的养老院，那有24小时的护士。您看，这个海报，上面登着那个养老院的广告呢。有儿子去住养老院，传出去让人笑话。爸，我也是为了您好，您要适应现在的生活节奏，没有一个做生意的人天天在家里聊天的，您去住养老院，至少有人陪您说话呀。养老院还是留着等你老了用吧，你儿子就在身后看着你呢，就是不知道等他长大结婚以后会怎么和他老婆协议安排你。爸，爸，爸，彭晓，你有什么事啊？干嘛这么看着我？爸，给我3000块。你要钱干嘛？老师让我们报校外辅导班。哎，我不是给你找了一个家教了吗？还是1对1的。你妈让我出的钱，我1分钱都没少给啊。那是补英语，辅导班嘛，这是做题。你要是不愿意给，那我就找我妈要去。哎哎。
拿着。哎，彭向，我不是给你报过辅导班了吗？那个辅导班呢，和我这个辅导班呢不太一样。那个辅导班呢是学校里开的免费的辅导班，而我这个呢是校外加强辅导班。妈，其实我这钱是为你要的。你看咱们家 AA 制那么清楚，你帮我爸照顾我爷爷，那我爸是不是也应该帮你照顾我呢？所以呢，我就报两个辅导班，学习一个，糟蹋一个，拜拜喽！你说什么？喂，你这孩子！你这孩子！你生的！什么？辅导班最后一个名额也让你占了？没错，报了两份。可你一个人怎么有两份名额？我愿意，反正我爸有的是钱，折腾他来钱，我乐意。辅导班的名额多宝贵啊，多少人想报名都来不及，你怎么就一个人给占了？我愿意，反正这钱我如果不花，他也会花到别人身上。真可恨，仗着有几个臭钱拿辅导班炫富。你别仇富呀，谁让你老爸没钱呢？现在就是拼老子，老子就是儿子通行证。你别得意啊，儿子也可能是老子的墓志铭。毒蛇比我妈还毒，就是没爹可拼，所以才很毒。是我没爹可拼，可你也别坑爹呀。我坑爹也能出国留学，可你没爹可拼，我只能拼眼泪。你看，老师来找你来了吧？王乐乐，这次摸底考试你怎么滑到了第十名？非但没了拔尖优势，还影响了咱班的平均分数。你自己看。老师，对不起。现代人传输信息和表达信息的方式和古人已经有了。王乐乐同学，在这其中，有一些方式保留了下来。咱们吃水果啊，牙签都给你扎好了。要不然，咱放点酸奶，跟韩剧一个吃法。啊！哎呀，我不吃，我改做题呢。你别影响我学习好不好？几千块钱的辅导班上不成，我都落到第十名了。再不努力，别说重点高中，我连职高考不上。没事没事啊，闺女。怎么还记仇啊？我向你们保证。打住！你只要找着工作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嗯，不错，你明天可以来上班了。得嘞，来，大家尝尝。哎呀，老板，您用我那真是用着了。不瞒您说，我以前当兵的时候，我干过炊事班的。我不但会给您炒菜，我还可以帮您省水、省电、省油，最主要的可以给您省心。那感情好。如果你能用炒一个菜的油啊，给我炒两个菜啊，我就给你加奖金。So easy 呀！您不知道，现在这女同志啊，特别喜欢减肥，咱们可以做那油少的环保菜。老板，我跟您说啊，我这人呢，对油是最有研究的。我刚进超市那会儿，我管的就是食用油，什么大豆油、花生油、菜籽油，我用鼻子这么一闻，我就能识别。我最拿手的是鉴别地沟油。这地沟油跟好油啊，我一尝就能尝出来。这地沟油啊，要是用着舌头一尝，味道发酸的就是地沟油。怎么有点酸呢？啊，这就是上好的花生油，你别研究了。好了好了，这肯定不是地沟油。你想干就干，不想干。给我走人！哎，别！我当然想干了，我是为您着想的。您想啊，您不能让人给害了，您也不能上当受骗了。万一你用了地沟油，让人抓着，这个是要判刑的。哎，老板，我还有个办法，把这油啊往手心里头一抹，双手摩擦，等这手掌心发热的时候闻一闻味道，如果味道发臭，就是地沟油。哎呀妈呀，怎么这么臭啊？这是地沟油，你闻闻看，臭不臭？你闻闻。你到底想害我还是想帮我？我当然是帮你了。我得让你信服，它就是地沟油。我这还有个绝活呢，咱们把油啊用火一点，叭叭作响的，那就是地沟油。哎，好了，没点着。我的电小啊，我用不起你。不，你给我走，你给我走。行了。
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是故意的啊！用地沟油给大家伙烧菜，你这叫伤天害理！这种黑心店，请我来，大爷我还不干呢！你黑心店也不伺候，你神经病！我跟你说啊，就今天这三个回合，我就把那黑心老板的那个地沟油我给查出来了。我把那油啊往手心里头一倒，嘿，这么一搓一闻，臭的，嘿，他就败给我了。你看着吧，我得去告他，我得让他关门，我让他害不成人。咸吃萝卜淡操心，你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呀？操心不怕长白毛啊？你明天赶紧到那个服装摊看看去啊。人家那报纸上说的只招女的呀，管他男的女的呢，只要活儿好就行。活儿好啊，那倒也是。哎，你以前是当兵的吗？是啊。我怎么觉得你以前是在洗澡堂子里干过呀？嘿，你挺专业的你。你德行，看看吧，这些都是咱们店里的衣服。哦，仔细收拾收拾，都是大牌。别等客人问你的时候，你又不知道。看看价格，都记住了啊。好，不错吧？这衣服，大姐。嗯，您上当了吧？上当？这些可都是假货呀。哦。是假货，大哥，我不瞒你说啊，不卖假货赚不了钱。你知道这是假货呀？你这是，我跟你说，你不但坑害人消费者，你还坑害人品牌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赶紧走，假货千万不能买。小点声行不行啊？黑心老板，黑心店，你这可全都是假货呀！你这就是麻子老婆人单勺。什么意思？你两头坑啊！我告诉你啊，我这六婶挠痒，我怎么又多了你这么一手呢？我怎么着，我卖假货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是为你好，你这是高压现场炖乌鸦，你两头黑。黑我告诉你，我这小本买卖，我就要皮裤套棉裤，我必定有缘故，你懂什么啊你？我当然懂，你这不是棉裤薄，就是皮裤没有毛，这都假货，这能卖吗？说话呢，我问你，你是员工还是老板啊？我是老板，知道吗？你员工去卖货得了，你哪来那么多闲事儿管？这种假货，他不能害老百姓。我衣服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真有病！你别动，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要打我？玩多了是吧？来，我不打你，我举报你，不然你这黑心店开不了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哎呦，这都是假的，给多少钱我都不干。多少钱？我告诉你，到天桥都不让你干，神经病！哪儿来的神经病？你黑我，王八蛋！我邪呢？不知道啊，老婆，今儿那个店老板太凶了。不但骂我，而且还挠我，幸亏我跑得快。反正吧，不管怎么着，咱也不能卖他那些假冒伪劣产品，你说对吧？你躺着别动，我知道你心里话，说骂我神经病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神经病，做人呢得厚道，正义肯定得压倒邪恶。明天啊，你就看我的表现吧。祖宗，你明天又要干嘛去啊？我都退黄河边了，我到水站送水。来来来来，趴好趴好，我来给你再伸伸腿。啊！舒服吧？舒服舒服舒服，再来再来再来。啊！舒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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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必须你小点声，别喊舒服，那闺女做功课呢。来，来，俩一小。我让你多管闲事，还他妈挨家挨户告发我。你不说实话，你能死啊？我不能死，但是我也不会让你把别人给害死了。那自来水冒充矿泉水，你也敢卖？你让人喝出毛病了，你负责啊？嘿，你还来劲了？你记住，你就是个臭打工的，不是监督员。要是再有人来退水漂，你看我弄死你！蚊子吹灯，你好大的口气！你这黑心老板，这黑心活，大爷我不干了。好，你就等着饿死吧，我他妈看谁敢用你！你地球酋长啊，你说了算呀、啊！我告诉你，我王大爷我就是饿死，为的揭发你。你等着，我这先弄死你！我等着。他妈！
有本事的啊，拿着人捡破烂的大喇叭，你到处嚷嚷去，你还跟人打起来了，我看你下一步就得进监狱去。哎，犯法的事咱不能干啊！你给我照去。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让你管闲事，不让你管闲事的，你咸吃萝卜你淡操心，你世界警察呀？